我们讲学习，其实这个对儒家跟道家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哦。因为儒家要我们很博学嘛，博览群经。你看东汉那些儒者，他们有时候为了读一本经书，好手穷经啊，读到头都白了。可是你就会发现，老庄不这么想。老庄说，绝学无忧，有时候一些不必要学的东西就到此为止吧。所以庄子说，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一直追求一直追求，最后会怎么样？殆而已矣，会累死。其实我问过我的同事，如果今天你退休了，你还会继续做你的研究吗？只有很少数的人说，对，我会继续。我觉得像一种整理空间的一个活动，很容易让人去思考什么是人生终极的价值。如果这些书我读完了，我觉得就丢了，我跟他没有感情。如果这个事业它是供我三餐，还有让一家得以温饱，我退休了我就完全不想要了，那这些东西在我生命中的意义是什么？所以我会跟学生去讨论什么是上进心，有什么是你一辈子想不断进步不断进步的东西。那我觉得学庄子去教我们，你可以追求爱情，你可以追求学业，你可以追求事业，但好不好，我们多一样学习。而这个学习，庄子希望我们在意它的程度是比你在意你的工作你的爱情还要在意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心。我觉得庄子是情人可以送给情人最好的情人节礼物，也是爹娘可以送给自己的孩子最重要的一份礼物。因为在这样的时代，所谓的食安问题，所谓的雾霾，这么艰难的时代，你要有前所未有的应变力跟抗压力，你才能好好活在这个时代。而这样的心灵是庄子可以送给我们的。我认为的不幸遭遇都还在，为什么我两年前这么伤心，但我今天不伤心了？为什么我以前那么在意，我今天不在意了？你发现有个很简单的理由，以前你在意的东西都在外面，你看着别人的脸色，你怕被讨厌，你怕失去。可你学庄子以后，你所有的在意都在里面，寻耳目内通，你会看你的心是能够更强了，更不会板荡了，然后你的气血精神更好了。你开始追求的是庄子书里这样的一种不止没有生病，而且是正常人平人，甚至于你是贤人圣人智人真人。有一天你不会害怕生病，因为你离疾病很远了。而这样的你去面对你的爱情，你的学习，你的事业，你和乐的家庭，你都是更有能耐的。